哥，咱都走了一下午了，能不能歇一歇呀？啊？都15000多步了。不行，反正我不走了。早知道这样，我还不如在家里跟我的妹子们聊天呢。可是没人跟我聊天。要不你交我点学费，我教你两招。不要吧。歇会儿不行吗？等会儿我。我们已经出发了，差不多半个小时就到太华了。啊，对，过夜的。晶晶也都想你们呢。好，再见。休息好了吗？嗯，好了，先吃早饭。好的，给你准备好。哎，你少吃一点啊，一会儿姑姑来了呀，就开始吃正餐了。好，都是你爱吃的。嗯，够了，奶奶。多吃点啊，嗯，别听你爸的。哎呀，我孙女最爱吃粽子了，我得给我孙女包碗。别烫着啊。不怕。这是您最爱吃的。嗯，紫米的。妈，是啊。哎呀，怎么又准备这么多菜呢？下午还要赶回去呢。谁说的？吃了晚饭走，一年来不了几趟。好家伙，匆匆忙忙回去干什么呀？下午跟人约好了打打麻将嘛。要不这样，您跟我爸和我们一起回去。不去。嗯，我晕车，一天到晚就知道打麻将。这样吧，你们什么时候走，我孙女说了算。哎，晶晶，嗯，你说，那必须得吃了晚饭再回去呀。哎，对喽，我得陪陪爷爷奶奶。你这么大岁数了，还没人晶晶懂事呢。哎，晶晶，哎，下午爷爷带你去挖笋。外婆那边的笋呐，没咱们这边的甜。咱不回去了。孙女真能干呐，挖到了巨大的。哎呀，挖了这么多笋呐！行啊，晶晶。哎，你妹妹他们已经到咱们家等着咱们了。这不都是你女儿挖的吗？我是想，现在分好了呀，一人一份儿，到了咱们家就不折腾了。说的对。这样吧，留一点让爸爸晒笋干吧。什么？冬笋晒笋干不划算的。把这钱带走，给他们分一分啊。告诉他们，这是我孙女挖的笋，吃了有福气。就是，杵在这干嘛呀？快来干活，快快快，赶紧的吧，装吧。对对对对对。哎呀，晶晶啊，你可一
定要吃好饭，听见没有？啊，好好休息。哎呦，这么凉，没事就多回来。保重身体，奶奶。爸妈，我们走了啊！啊，走了。哎，好，早点休息啊。嗯，走了，爷爷。大家报个平安。好，快去，快去，快去。哎，慢着，慢着。奶奶，快回去吧，太冷了。慢点开车啊！进去吧，慢点开车。好嘞。静静，我回宜兴了，现在去找你啊。我在回来的路上，你再晚一点到吧。